现在在新社，从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看新社台地。啊，远处的山有点朦胧。好，正对面这边是新社高中，远方的那个校舍。好，这边呢，对岸看过去，哎，这个很像是那个吊绳山那边的新社台地，下去就是石冈了。这片花还有这个树海还挺好看的。